好啦，1090已經慢慢駛入呢個元朗總站啦。咁大家準備定手機啦，我哋一齊鼓掌歡迎佢入嚟好嘛？好。一眾鐵路迷逼到元朗輕鐵站爆曬，都係為咗可以同呢一架日本製造嘅第二期輕鐵講聲拜拜。它由1992年10月投入服務，車了新界西北的居民出出入入30年。港鐵在星期日安排特別班次慶祝它榮休。不說那麼多了，喳喳臨上車啦。有人就說在這一架輕鐵上面回憶滿滿。我不之前搭這架車的時候特地拿過這隻出去陪她拍照，她叫 Gura G-U-R-A。見證住佢由橙色到今日之後，而家咁樣灰藍紅咁樣嚇，直到咁樣退役嚇。尤其是成個車廂，你可以睇個格局咧，好似佢彷彿翻咗30年前咁樣。佢成日都會陪住我，好似我啲好朋友咁樣，一齊咧陪住我一齊翻學放學咁樣咯。呢啲好美好嘅回憶。亦都有人踩單車追住佢，錄低最後一程車。不過每一程車都有終點站，幾咁唔捨得都好，都係時候要講拜拜啦。港鐵就話最新嘅第五期輕鐵，2020年開始已經投入服務，車廂嘅設計同埋照明系統都有改善，提升乘客嘅體驗。